家玩我们这两期节目，自己觉得多多有什么变化呢？我觉得跟我的感情更，跟爸爸更，是不是跟爸爸更好？是不是？跟爸爸更那个搞笑，跟我更亲点吧。他们好像离开我们会更开心一样，对不对？喂，你要睡着了？他已经离开你了。他已经离开我了。多多姐姐，你听到我们说话吗？多多姐姐，你听到我们说话吗？我听得见你在说话。对，这个是。我听得见。爸。他说他听得见。听得见。就是你说我这边听得断断续续。我这边听得断断续续的。你告诉他用。爸爸刚才怎么教你的？你告诉他，你教他。这个对讲机就是，这个对讲机就是所有，这个对讲机就是所有的子母到它的右边去，然后大子母顶着用，一个一个的。我听你说话也是断断续续的。对这个地方，新的地方，我当然是希望有动物啊，动物越多越好，因为哥哥很喜欢动物，对不对？我喜欢。然后姐姐希望看到什么？兔子。兔子，就是这样啊，这个就是我的期待。那不晓得会不会有？好了，摸了，你们摸得那么爽，嗯。大家可以出发了，九十二个鸡蛋，二十个。你去拿我，我在这里等着你啊。你还是站在门口吧，我去吧，我怕你怕。哎呀，你要保护好姐姐啊！我又不怕，我又不怕。给你。那里，你快点去拿了。他们都不走开，没事，他们怕我们。那你先把他们赶走，来，我帮你拿。咕咕咕！哎，我刚才看见那里边有一个，你快点去拿。可羊羊都不拿，我不敢啊。我带你，你不会吓到他们的啦。我才勇敢呢！也用劲放。OK 了，怎么过去了？好重啊，好重，重不重？多多姐姐，请你坐到这儿来吧，我给你留的。那洋洋，你可以跟姐姐玩呗。好的。好了，现在我把你放到哪好呢？放到我行李箱里面再走。那你就不爱我了吗？不爱我。你的手脏了吗？擦擦吧。我想把你
们两个人都放到我的行李箱里，然后把你们带到我们家。这个需要吗？你呀。放不下的，鸡蛋备烤了。1 2 3 4 5 6 7七个人呢，七个蛋。1 2 3 4 5 6 7七，1 2 3 4 5 6 7，你是最爱我还是最爱三呢？1 2 3 4 5 6，1 2 3 4 5 6 7，8 9 10，1 2 3，我们要乖一点啊，我们要乖一点啊。贝尔，我估计他会去要的。我也喊你。他最爱吃的。真简要。OK。我以为他要拿起来掰这个蛋，也好吃一些。OK。嗯，超好吃。哎，你试试这个。这里头了，所以呢，你们两个就好好的吃饭。吃完了饭之后呢，然后呢，村长叔叔啊，就喊爸爸们来接你们啊，乖乖。哇，这好好吃，有汤吃。Tell me your breakfast. I eat the spoon. 哎，一些。村长爬出去。村长，村长。Oh, what, when we finish, how can we get out? 这什么呀？冰淇淋吗？我也不知道。We bite one. Is that all we have? That's weird. You first bite one. Let me. Is it yummy later? Lala, tell me. Is that ice cream?I have to get a half. Okay. Get ice cream? What is this? I don't want to eat. 我要爬出去告诉村长。太难吃了。还是我比较，还是我自己爬，因为我比较小。不好吃。对了，不好吃有不好吃下午啊，要把它吃完才能走，真好笑。如果他们觉得好吃的话，也会就分了。不分了，给什么他们都分了。对。太难吃了。来，我们先进屋说话。来，哎，这门谁给插上了？是你插上，所以我们从这爬出来的。来来来，进屋。升级版来了。升级版。直接到3.0。爸爸们呢？他们在那边在忙，刚才我给他们打电话说你奶奶在等，但是呢，他们说要把这个早饭要吃完。但是太难吃了。对。但是它是有营养的呀，吃完了以后爸爸才会过来，好吗？那刚刚妹妹
有吃这个吗？有。不能，因为我妹妹不能吃蛋。她不能吃蛋的是吧？哦，可能吃的不是这个东西。没关系，妹妹没吃。但不是，她说如果有吃过敏。嗯哦，能吃这个。好，你们吃完了以后，爸爸他们才会过来，好吗？看看你们该怎么分啊！加油啊！Oh, you can eat very, very fast, and just that time you will be very yucky, and then when you finish, you will feel good. And Don, wee. And finally, Don, come on, Joe.Done. Too many for me. 我吃完了。我吃完了。做得很棒。就吃完了。我来检查一下。要吃完才可以哦。还有一点点，看你们两个谁吃啊？你吃吧。啊，我吃过了，谢谢。这我吃过了，吃过了。Okay, half to anyone. A half. So much. A half. 这个完全是分担的，两个都没有喝，把它吃完就好了。然后一起把一个事情做完。No more. Finally. I want to go to the bathroom.真棒，真棒！两个小孩，他们俩真的和谐啊，不容易。嗯，干干净净的啊，不错。啊，哎呀，我才想起来，我们这个年代没有电话呀，没有手机呀。我们现在是汉朝的人呢。没有，你现在把你的衣服脱下来，换成你原来的衣服，现在就有手机了。那我们一会儿去问爸。喂，开门好不好呀？送你花花。我花花，谢谢。吃饱了吗？我吃玉米。嗯，你有吃玉米啊？嗯，真的。玉米好吃吗？宝宝太大了。哦，有没有看到哥哥？哥哥呢？那我们去找哥哥。哥哥，谢谢你的花，真谢谢。嗯，好棒。来，我们找哥哥。刚刚你有吃饱吗？我在里面看你。洋洋也在那边吃。可是我看你的碗里面没有东西耶。可是我刚才有吃了。有吃啦，可是在里面房间的时候，你的碗里面没东西是吧？可是陈长去拿给我了，可是我吃完了。哦，之后就给你多一个是吗？可我吃一个。哦，所以你吃饱了。哦哟，难怪你心情这么好啊！嗯，这个别动，是我还没洗呢。摇头。对呀。点头。摇头点头一起。这是大的摇。你看这个监控，他都听不懂我们说话。我问你一个认真的问题哦，衣服 Joe， 你以后有 girlfriend 了，你还会照顾宝宝吗？对。姐姐，你以后有 boyfriend 了，你还会照顾宝宝吗？不是，是 girl。不是，你以后有老公了，你结婚了，你还会照顾宝宝吗？对。确定？嗯。勾勾。勾勾勾。哦，你不勾勾哦。嗯。脚很痒啊，所以你不一定会照顾宝宝，那就要不要勾勾？要。那勾勾。我哥一定会照顾宝宝的。我会照顾宝宝，但是我脚很痒。可是你没有打勾勾啊！我的手已经放下来了。你有打勾勾？打勾勾。OK。这我就放心了。打勾勾。我猜到一个了。鲁党先走。我们要等那些女生吗？不是。那我们要找什么果子？马上那些吗？这个红色的。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绿色的。绿
色不能摘耶，浓眉是红色的。来吧，姐姐来摘一点。绿色就不能摘的吗？对，还有红色也不可以用，深红色。只能摘这种颜色的，你看着这种颜色摘啊。好香。就在那里摘，你不需要摘所有的，你摘多少就多少。下杨梅雨了。姐姐，就是我们现在就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就只能掰一点，而且还会很伤心的回到了家，看到你的爸爸，你爸爸也会非常的生气，我们的都会。所以你是想让你爸爸生气吗？不要。那现在我们就一起赶紧摘。哼，好吗？快了啊，快了！你这里的杨梅要多少钱啊？杨梅一块钱，一块钱一斤啊？一块钱？不是，我说是六块钱一斤。市场上都说那个只有六块钱一斤啊，怪不得。四块一就是。数一下。小朋友，你的杨梅是哪个？这个是你的卖多少钱一斤呢？100。100块啊！我只有10块钱，你卖那么贵啊？10块钱一斤呢？好，10块钱我也买了，下来长得漂亮吧？他的鼻涕啊，他有鼻涕。来，小妹吧，小妹妹，阿姨要买你的羊毛啦。带起花了。你把口袋来，给阿姨称一点，好吧？给阿姨称一点。这个是多少？小朋友，我要买羊毛。小朋友，麻烦阿姨给你买羊毛。快去买羊毛啦！好，我知道吗？你卖不？好。来，阿姨给你买好不好？你的杨梅在哪里？你看这个姐姐都不理我，宝贝。你卖完了。阿姨给你买好了啊，这里是几块钱的？10块。这里就是10块钱。这么贵呀？这是六块一斤吧？把这个篮子卖给我们好不好？好。好。好，来，姐姐把篮子都卖给你吧，快骑着走吧。哎呀。爸爸，妈咪，我回来了，我去买奶奶的鞋子。他只有脏的鞋子。哇哇哇哇！阳光灿烂，让我们向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最诚挚的祝贺！村长就要咽气了，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村的书记和村长给我们大家做示范，有请。他们俩可都是真的啊，真的扒手。那来，3、2、1，快！
不要脚脚用力，然后就把裤腿往上去，用那个皮肤跟它摩擦。好粗糙呀，太滑了。哇，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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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首先看到我们蓝队派出的是，好，两位们先派人出来。我们先来，先我来吧。啊，对对对，我们现在看到比赛是黄磊对陆毅，预备，三、二、一。慢点慢点，他输了他输了。没关系没关系，叔叔一会儿帮你我们赢回来好吧。太湿了，下面太湿了，这个太上不去，我操，这就上不去，我俩爬不了，谁也爬不上去。我们第一轮蓝队获胜。好，第二轮你上吧。第二轮我来吧。那个 Daryl 我先来。我们这个有一个专门受这个爬手的训练的，就是穿脚。我们派穿脚出去。对，这个同志们，如果说我要是赢了杨威的话，我就赢了世界冠军；如果我输给他的话，我也是亚军，是吧？好，准备，一、二、三。太滑了，还是上这个。杨威可以了，杨威。厉害，厉害！我是不是看这个我能上？我这个可以。啊，为什么我们一派穿脚出来了，就不我自己出来，就怕世界冠军没面子？好，现在看到两队是正好是一边一分啊，现在一比一打平了。那么在这一轮当中，到底是谁能够去取得胜利呢？我们现在看到吴镇宇对阵曹格，比赛开始，三。二一，输了，放弃，放弃，别费劲了。盖瑞加油，再来一下，盖瑞，不能继续好了。OK， 加油 ，OK，OK， 漂亮，耶比，耶比，耶比，厉害，爸爸你厉害，雷总，彩排结束，我们正式开始比赛啊。对，好，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传吸管比赛了。传吸管比赛呢，一定要用你的上嘴唇和鼻子来夹住吸管，不准用身体的任何部位来触碰。然后呢，传递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吸管掉了，要马上捡起来，从头再来。然后呢，我们以时间来决定胜负。来，我们示范一下啊。我来这个，这样对，注意点，关键是你要夹住饭，还有小孩，还有小孩要参与的，就这样，先顶住，这样不不，嘴巴往上卷，嘟嘟嘴往上，对，这样往上，哎，对了对了，再来再来，不是吸，这样这样，嘟嘟嘟嘟嘴耶，棒棒
棒，比赛开始。现在排好队啊，预备，开始。好、哦，捡起来，捡起来，直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杨洋，再来，杨洋，嘴巴往上翘，爸爸不准帮忙哦，嘴巴往上翘，对，好，姐姐不动，哎，手不准碰哦，嘴巴往上翘，杨洋，对，漂亮，好，漂亮，好，多多接住啊，慢慢来，多多别着急，妈妈，多多别慌着接住，就妈妈，多多别慌着接住，多多别怕，先顶住撅，好，好，别慢慢。哦！你，哎，小朋友要吃饭了，谁要吃饭？咖喱。这个汁我给你们都拌一点啊。这个罐子打开，还是你自己来。爸爸，我还想一点饭。我还想饭，我还想饭。我要红烧肉的汤，爸爸。我要鸡蛋拌饭。你要什么？哎呀，这饭有点加成。饭。嗯，我做。哼，耶！我的床还在。姐姐，过来。我要洋洋陪我睡这边啊，可是多多姐姐想跟你睡啊，我想跟多多睡，因为你的床很舒服。我要跟洋洋睡在一起，我不要跟坏面。可以就跟你们坏面。我睡在这里，我想睡在这边。没有这样的。那我们两个合照一起睡觉好吗？好。哎，棉被还没打开。检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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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检查了，好。好，我要检查了，等一下，你自己躺好。好，两个人一起盖，走，跟姐姐盖一起，姐姐走。珍惜这个机会，珍惜这个机会。你跟姐姐聊天。哪一个姐姐？多多聊心事。你问他喜欢什么，吃什么，长大想做什么。我没有枕头。我也没枕头啊。你有。那你跟多多睡枕头。啊，我的女儿呢？你女儿已经嫁到我这边来了。啊？对呀。Grace 姐姐呢 ？Grace 姐姐。Hello。你不要爸爸啦？还要。还要要过去还是留在这里？多多，睡在这里，然后现在睡在这边了啊！快点睡了，姐姐睡了，好吧？那我抱谁？我没有人可以抱了。啊，抱住，抱住，还是抱我的背。那我只是你们抱抱我。这过来放你擦脚。你这个啊，姐姐，姐姐你有这个。花花的裤子。可是我想睡这边。过来。我这个床很大，我没人陪我睡。好了好了，你先换衣服。等换完衣服，你要让我睡这边。好，过来。怕你冷，来来来。啊！踩到我的腿了！啊！踩到我的腿了！你的奶粉全部都在这边了。哦，你睡觉，你的麦克风。好，我检查了，我看看。朋友们躺好了，好，五分，杨洋洋五分，贝尔五分，多多五分，周五分，姐姐，我在检查看谁躺好了，五分，乖乖也不动啊，乖乖也五分，很好。乖乖呢？多多，多多，你可以用它，也可以用乖乖，你可以随便选。你觉得我们用它还是用乖乖呀？我们要乖乖好不
爸去多多那儿啊，来乖乖过来，那我们就赢了，我一吹口哨就跑过来了，往前往前往前，我过来了，新朋友，好，我放着，大姐你先放着它，一会儿放啊，小 baby 狗，不同等级耶，我变职业队员了那边，没事，我们可以跑两次，也会比你们快的。现在呢，我就要来宣布比赛开始了。比赛开始之后就不准再用手抱着他了，只能让他自己跑。大家听清楚，听清楚。好，大家告诉我，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好，我们的赛狗狗大赛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请所有运动员把狗狗放在地上。好，双手离开，三二一，开始。走走走走走啊，白狗走，快点，他不走了，我的都不过来，你叫他过来啊，过来，他还不过来啊，乖乖，那你走，乖乖，乖乖，乖乖，是什么多多都不用，我要把乖乖吓回去，乖乖，乖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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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哎呀，来乖乖，来来来来来来，哇，就赢了，很厉害，就 yes，该该该去，叫狗狗来，姐姐叫狗狗来，我的狗跑哪里去了，在后面呢，对，赶快去抱它，它跳不过来，帮它，狗狗过来，小白兔在救小狗，哎天哪，快点走了，快点哪里，你过去那个坑吗？好吧，放下放下放下，不能拿着。哎呦，你呀 ，BB， 哦 ，BB，BB 怕水，大家放下放下 ，BB 很怕嘛 ，BB 不怕 ，BB 不怕，来 ，BB 不怕，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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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 不怕 ，BB 不怕，来 ，jump，BB jump， 啊呀呀呀呀呀呀！啊，好厉害，妹妹你也赢了，过来，口味的更香，这口味更香。爸爸，爸爸 ，we mix together， mix together， 是不是不同口味，姐姐？嗯，对吗？嗯，慢点慢点，姐姐。很好吃，是不是？是不一样的口味。哥哥，你要跟发面爸爸说谢谢。嗯。谢谢，好了，谢谢，哦哟，别客气了，好，没有说谢谢啊，那我有，什么时候？你没有，大姐姐没有说谢谢，变成一个小妹妹。啊，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帮这个姨卖水果，好不好？是我要上厕所啊！你要上厕所啊？我们先卖好水果去再去，好吧？其实我不要倒出来了。啊！买水果了喂，很甜很香的水果哎，甜又香又甜。啊，要买水果吗？香蕉六块。啊，香蕉吗？啊，香蕉吗？不要，很便宜哦。我忘了多少啊？六块。六块。芒果十块。十一块二。找九块就行，找九块就好了。好，走，帮我拿过去。九块钱。这个一块。啊！你找钱怎么不会找？找九块，你拿五毛，拿五块这个。啊，这是五毛。那你拿五块，你拿的是五毛。五块，我找一下五块哈。
这是五块吗？对，好，五块，算了。哎，等一下，我忘了，我找你多少？我给了十五。你给我十五，我要找三块八嘛。三块二。三块二。OK。买水果了，又甜呐、啊，又香，又便宜。买超过一百块，唱歌给你听。要芒果吗，先生？对啊，草原上面有什么？哎，草原上面有什么？还有马白兔，还有白兔，还有白兔啊，有白兔，没有。来到这里最高兴的应该就是羊羊羊吧，对不对？全是草。哇！我们打你了。变大了。他不怕。我变小了。蹦极。好，一二三，大家蹦极跳，一二三。蹦极。这是什么？知道。这羊。对不对？羊。真的进入草原了，羊羊。真的。简直就是纯洁、纯净、纯白、纯绿。喂。嗯。再见。哎。喂。哎，在这里葵里。爸爸，你看我。嗯。还有牛爸爸。他的动物抓狂了。你在笑吗？小 baby 的呀！哇！我的好多只哦！我的家里有个人很酷，三头六臂，倒像布鲁，他的手掌有一点粗，牵着我学会了走路。老爸，我们去哪里呀？有我是昨天不怕，也不怕。宝贝，我是你的大叔，你现在你看看书。老爸，我们去哪里呀？老爸，我们去哪里呀？有我的九天不怕，也不怕。我在中间，这是乐园圈圈。跟 baby camera 玩呢？哪里 baby camera？ 都不跟我走啊？没有吗？你叫他。嗨。然后你试下。你要这样子。哎，他跟你嘞。再大一点，走大一点，走多一点，有没有跟？咦，跟你了。你要不要亲他？嗯啊。爸爸，你还记得吗？我要去哪里？亲他。嗨，爸爸，我们跳舞，开始跳的最帅，好吗？你先开始跳的最帅，好吗？开始。哎呦，这么帅，跳的。哎呀，原来你们都会跳舞。你看，我被他控制住了。来，爸爸给你弄的，那你自己删，你自己删。你饿不饿？首先，饿了一点。爸爸给你煮个面吃吧。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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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的
大拇指啦，大拇指冲小不怕啦，大拇指啦，大拇指啦，大拇指冲小不怕啦。我倒进去嗯。好啦。大拇指啦，大拇指啦，大拇指冲小不怕啦，每次啦，每次啦，每次冲小不怕啦，每次冲小不怕啦，每次啦。能不能唱这个？你丫今天再唱，我就不理你了，好不好？不好。那你能不能不唱了？能吗？能。我要超过你了，姐姐，不能那么快。背。我比你快，我是第一名。来，朋友们看，多美的草原之夜呀！我们蒙古族的朋友特别好客，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烤全羊，还有美酒，咱们今天晚上痛痛快快的在草原上高兴起来，好不好？好！来，看到，好，我们看看吧，哎呀，看到没有？非常欢迎你们来到这里草原。迎来我们这个尊贵的客人。他说这个宴会呢，大家都要给钱的，181位自助餐。没有，人不是这，自己翻译一下好吧？晚上好，烤全羊是对我们蒙古族从远方来的客人，最尊贵的客人上的一道最高档次的这个。没错，对。别给我见到这个。这个是尾，这个头，这是头。哦，有头有尾，有头有尾。哎呀，跟我们广东人一样啊。你拿个进天。进那个火里头，可以开始享用了。好，可以了，开始享用了。来，我们大家可以尽情的享受烤全羊啦！哇，哇，你看那个是羊，整只羊。我羊羊，你就在上面。我第一次。第一次看到整只羊放在那烤，我以前顶多也就吃个烤羊肉串啊，或者什么烤羊腿啊，没有看到整只的。然后我们还是自己上手用刀去把那个肉片下来。就感觉我弄得像片皮鸭一样，这个是最爽的环节。哇，这块油，咱能这样吃吗？爸爸要你，阿威你，爸爸，我不要吃羊。不吃啊，没关系啊。羊不能烤，不能吃羊，只能吃鸡，还有菜，还有番茄，不能吃羊。为什么？因为我喜欢羊。你咬不动，啊。咬不动，咬不动，这个你咬牙又掉了。来来来，你的鸡肉好吃吗？好吃啊。他舍不得吃羊肉，所以他说这个是鸡肉。这个是酱的，然后这个酱，你看很酷的。喂，进来了，哎呦，哥哥要抱爸爸。好了，哥哥要抱爸爸。来，我觉得很冷。你觉得很冷？你在棉被里面。
来，因为我们很像那个 pyramid。我要抱来，全部了，这不就会冷了？我抱着，我抱。我不要了。喂，你们两个都想抱爸爸是吗？嗯。那爸爸是要让你们两个抱啊，可是你这样一个人抱不行哦，我也是哥哥的。好，抱抱抱。好啊，我要抱抱好了。不要争，你们两个真的。好了，好，再吵下去的话我就走了。我真的走了。我们都很喜欢你了。